心来祈祷。听同阮的主上帝，伊留了阮的活命，阮有机会甲阮同神的兄弟姊妹来敬拜侍奉你。啊，阮感谢主祢，予阮这款的稳定。在每一日的生活当中，啊，你拢啊甲阮同在，也你车牌书架来正做阮的帮助，无论伫阮的工作的职场，还是伫阮的家庭，拢有侪侪只天使来正做阮真好的谈话。啊，阮伫这礼拜当中，若是伫有意无意来得罪着你，也得罪着人，恳求你来赦免阮，啊，阮。诚心悔改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我确信啊，你要搁一摆来赦免阮拢总一切的过犯。也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，啊，我相信你的信心要运行，让、听的人啊讲的人拢通得到信仰的造就徛在。我也相信，等我谦卑来求讨时，啊，要有新的技术来发生伫阮的心中，也是伫阮的家庭。我的教会对安尼来荣光主的名来见证天父上帝你的观念，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以及圣神的医治，我伫你的脚下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大家平安。啊，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只有短短两节啊，甲袂当跟到迄个上一页的迄个经文。咱来看这个路加，有读这个古约甲这个新约啊。咱来看这个路加呢，伊是安尼写讲，为家己积聚财富伫上帝面前却无富足。伫这个只呢，华语吼是讲富足，但是呢，咱台语是讲即个好业，好业。啊，伫路加十二章的21节，那亲像咱台湾人咧所讲的即个好业吼，就是讲啊，赚大钱吼，也是积聚即个财宝。那亲像甲即个圣经内面所讲的即个富足，啊，有即个共款。啊，特别是为着家己来赚大钱。但是伫上帝面头前，无拄拄是富足。我想圣经是安尼写，为着家己来赚大钱，即、這个赚钱是为着家己来赚钱，为着家己来积聚即个财富。啊，伫上帝眼中的却毋是即、這个富足。伫箴言的10:22，讲耶和华所赐的福，予人即个富足，是讲好业。并无加上义务吼，啊！伫遮先，咱阁亲像讲，为着家己来赚钱诶，伫上帝面头前无拄拄富足。啊，总是伫箴言伫即个古约诶时，讲以后我上帝阁要予人好业，安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赚钱好业，伫上帝面头前无拄拄是富足，无拄拄是好业。啊，总是伫古约诶时，阁上帝阁要予人好业。并且阁无加上即个破裂，那你即个富足甲即个好业吼，伫地面上甲伫上帝面前，那亲像有无同款吼？到底呢？富足是要怎样才能真正伫上帝眼中是即个富足，是即个好业？下一章一个白手起家的这个董事长，伊真认真拍拼，从少年就拍拼到老，所以呢事业有成。有一天呢，伊这个三更暝半咧吃这个下班，所以呢坐乌头啊车，要倒当地伊咧徛家。这个司机甲载到伫公司的大门口时呢，看见有一个年纪真大的这个修理，虽讲呢是这个。三见面话，总是呢，伊游玩呢，还佫一个精神真好啦吼。那就甲这个董事长甲伊敬礼，甲伊问好安尼。董事长好，辛苦。董事长呢，看见这个情景吼，就特别呢，就请当面甲伊这个
勉励讲吼，你好好做，公司不会亏待你。想当年董事长也跟你一样，有这当时定是白手起家，啊，所以嘛是对基层开始做哦，做这个黑手的，然后做这个啊组组长，做这个科长、主任，原来是厂长一路啊，先干后尾家己创业。啊，这个徐伟呢，听到董事长安尼家己这个关怀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嘛真感恩哦，对董事长的家己回答哦。报告董事长哦，想当年我也跟董事长一样，意思讲其实伊爸爸做过董事长，啊，只不过即摆生意做了失败，啊，只好来到公司呢，经营公司做这个收尾。想当年呢，这个年轻的这个收尾，其实嘛是真努力，嘛是安尼慢慢啊变变到啊做一个啊主管，然后来家己创业，总是呢啊无怕死。这个生意啊，遇到困难，啊，底下呢，啊，来失败。所以呢，咱咧看人呢，啊，咧起大楼，总是把看人啊，大楼咧倒去啊。其他呢，这个人物当中的人生的富贵的那铺陈哦，其实啊，咱时常拢安尼听去啊，有安尼来经验，毛伫圣经内面讲的，这拢是啊，掠风掠影。再下一张，头一项，牧师要甲咱分享是讲，头边的酒会当互你机会，但是袂当互你用偌久。就是讲，你伫你的工作的职场内，你有机会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总是袂当互你用偌久。就是讲，会当互你伫这个生活上会当真安定，啊，总是要是用偌久费哦，头家应该是袂可以。啊，一般人咧讲，即个富贵在天，也是讲咧，咱台湾人话讲，人两脚钱四脚，意思就是讲，趁钱咧，嘛有一点啊，迄个机会，有一点啊运气，也是讲天注定，即款的即个意思。所以咱看即个政治上的即个富贵啊，2000年的时阵，台湾的总统大选咧，拢总有三组的人马出来竞选，连战、宋楚瑜、陈水扁这三组。三国演义的结果呢，啊，咱知影是啥物人啊胜出。过来到2004年的时候呢，啊，因为这个连战甲宋楚瑜呢，因两个拆分开呢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两个人安尼参详讲，啊，咱两个合作伙1+1=2嘛，啊，二一定大于一嘛，吼，所以呢，因两个人结合，吼，原本是啊分开算的，到2004年的时候呢，啊，连战宋楚瑜然后合作伙。连战是总，要选总统，宋楚瑜要选副总统。我本想讲，安尼稳赢嘛吼，1+1=2，啊，二一定大于一吼。当时呢，不怕什么，拄着319的这个枪击案，结果呢，迄、那个差距吼，实在是非常的这个小吼，都差0.228%。所以有人讲吼，啊，这敢，啊，这天注定啊，都差二八吼，0.228%。他的名贵品，啊，咱嘛知无啥物人赢啊。所以伫古早时阵呢，咱时常有听，爱讲讲要做皇帝嘛，爱有即个皇帝名吼。那真有即个冥冥之中呢，有上天的安排，上天的。生死有命，然后富贵在天。我唔知咱同意不同意这句话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真正要富贵吼。靠努力拢会来吼，啊，总是啊，要到某一个程度，真正啊是爱天上天来帮忙。这是政治上的这个富贵，啊，个人的才能啊，个人的这个想法，想讲啊，这个会赢的啊，是结果应该安怎？总是咱看起讲，哎，事实无拄拄是安尼。我都会家己去讲啊。后来咱看起个经济上的这个富贵，好不好？5间公司，啊，这5间公司呢，拢这个干行业的吼，拢是纺织业吼，中泰、华龙、关东、润泰、甲老泰，这拢伫差不多30、40年前的，这拢是伫咱国外，因为咱迄阵的时阵呢，拢也是传统的工业吼，啊，纺织呢是咱的这个台湾经济起飞的上大的这个企业吼，的事业吼，
总是咱看见讲，其实来讲，即个中胖吼，牧师来讲，迄个可能爱像牧师这种年纪以上的，知影中胖到底多情况是三千排内伊捌穿过无？查甫人的3000排有无？三几千，安尼就知影即个中胖的吼。啊，华龙呢？伊拢做即个军的迄、那个兵啊衫，兵啊的即个制服，就是用华龙的布料去迄个做的吼。过来，搁一间呢？弯刀 DVD， 你看这个白砖拢足少的吼。那润泰啊，搁来南胖叫做泰铢咯，吼，学生服差不多拢用南胖，还有一个蒲锥银，还有一只银，吼，迄个是南胖。最近呢，经过30-40年了后呢，当时呢，这个拢富贵在天啦，吼，这拢化水的天堂，吼，伫产业界，吼，是整个台湾的这个经济，因为拢靠因外销咧赚的这个外汇，中胖无去啊，华龙也无去。即个这间公司嘛，非常去对的。总是呢，湾东润泰跟老胖呢，啊，因有这个多角化的经营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中胖跟华龙呢已经结束营业。总是呢，后面这三间因转型成功，吼、哦，继续这个发展。所以其实老胖呢就是有转到通运，咱知影这个通运就是这个星巴克 Seven Eleven， 吼，润泰呢。啊，伊嘛有即个专营在做建设公司，吼、哦，啊嘛去大陆啊开便衣，吼、哦，啊湾东呢嘛专营吼有真侪即个经营吼、哦，比如讲即卖即个远通电通，即、就是 ETC 还是 EK， 吼、哦，还是讲远通电信、远通商业银行、远通百货公司，吼、哦，这种是遮个。所以啊，伫当时你看啊，大家拢伫即个同一个即、這个水准的下面。总是呢，经过30-40年了，啊，有诶就安那富贵拢无去啊，人嘛蛮少去到底诶，拢已经消失去，总是有诶搁继续在发展。所以呢，头一项，当你咧工作诶时阵，你诶头家会当互你机会，总是无拄拄会当互你荣华富贵，因为连伊家己诶荣华富贵，伊都无在了，收到30-40年，无拄拄对头到尾拢荣华富贵。下一章，第一吼，荣华富贵呢，只会当互你物质的享受，会当互你生命的意义。我唔知道你有同意这句话吼？我你有一天啦吼，你做个大企业的董事长、总裁，吼，也是 CEO 执行长，你已经享受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你要爱上就爱上，甚至要输人的危机、大顺，嘛拢有可能。总是呢。袂当互你生命意义嘛？讲到你这个荣华富贵呢，有时阵我咱感觉匪夷所思啦，吼，讲靠人家都厉害。有一个台湾人咧，伫台湾，伊原本咧做生意咧失败无解损失嘛，所以就搬到澳洲，去澳洲嘛，咱在澳洲的这个土地块吼，地广人稀，所以咧，伊就将台湾车结束营业了后，遐钱咧去澳洲嘛。然后去澳洲咧，嘛，毋知要创啥，土地大，还佫俗哦。伊遐毋是算平，毋是算分的哦。你买拢是算价，我可能100架做起条，做单位。我爱用伊遐来买几千架的。买几千架要创，要做是嘛贵起的，佮佮种树啊吼，树啊种了了后，就上天咧照顾吼，唔免你照顾。即树啊种种了了后，无拍算吼，讲树啊大长了咧，几年后吼。澳洲政府的政策吼，就是讲鼓励的即个民间的多种树吼，啊要改善伊的即个环境的，啊是即个品质啊了。啊，所以就去看到即个咱台湾过去哦，伫台湾是做生意失败，啊过去澳洲去平发展，啊嘛无啥物发展啊，啊就种树啊安尼那条吼，好照顾吼。近年咧，澳洲政府咧看伊遐几百家的即个树啊吼，遐变森林啊吼，大概还拍价吼，讲。你吼袂使撮树嘛，今仔伊撮树我计卖了吼，所以政府来拍客讲吼，你遮树我拢袂使撮，哎，保持原状，啊，然后呢，政府会替你呢好好来顾遮树啊吼，各边经费吼来顾遮树啊，然后一年呢，佫互你呢五亿，伊安那想也想袂到吼，啊，种树啊讲澳洲政府一年五亿，毋是十年哦，是一年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伊伫澳洲的时阵哦，伊若要出门哦，伊唔知要开啥物车，
迄车太侪，名车太侪。啊，然后讲，伊若要倒转来台湾哦，伊毋知影要坐倒一台飞机，啊，伊连私人的飞机都有，毋知影要选倒一台坐倒来台湾。所以呢，这个，但是呢，啊，这个富贵呢，我要讲哦，富贵会当互你物质的享受啦，吼，像这个，去咱台，这个去澳洲的台湾，我员工生活就不在话下，无输国台，无输这个王室。总之呢，啊，就是你有法度享受这个物质的这个享受，到迄个礼物、迄个水准啦吼。总是呢，无法度，这个荣华富贵，这个物质的享受，绝对无法度你生命意义。有一个科技业的这个上市的股票上市的这个大老板哦，啊，伊呢，啊，自少年的时阵呢，啊，伊真是老读册，所以伊一般的拢名列前茅吼。啊，到这个吃头路的时阵呢，嘛真紧的就做到了这个工程师，啊，做到了总工程师，做到了这个厂长，啊，后来伊嘛是家己创业，啊，成做一间股票上市的这个公司的大老板。当伊咧吃来这个荣华富贵，啊，吃来这个物质的这个享受，啊，是讲社会的名声，差不多，我想咱在座每一个人，若是讲啊，有一天我亲像这个股票上市的大老板哦，安尼我唔知吼，外幸福外快乐。当然，这个科技业的这个大老板咧，伊心内吼，也可是有一点点啊，迄个无满足。可是刚刚讲，虽然吼，迄个哎，大项拢有，总是那亲像就是欠一下。我咱唔知迄种感觉，我大项拢有，啊，就是刚刚讲心内就是好像就少了那么一点点。啊，迄个科技业的大老板就是这种感觉。我逐项拢有，拢真好，总是我就是欠过一下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就呢，啊，到处啦，吼，到处去世界各国，去西藏，去德国，吼，啊，是去讲印度，伊去找有啥心灵的安慰，找遐迄个法师啦，找遐心灵的导师啦，吼，希望讲呢。啊，将迄、那个伊心内内面还佫有一点点仔的迄个空虚，来补满，啊，安尼伊人生就圆满，敢毋是？吼、哦，当迄个心灵内面深深的所在，迄、那个一点点仔无够遐，也是讲迄个有一个空位，有一个空处，伊若是当得到来补满，安尼伊的生命就真有价值，真有意义。总是呢，伊家己咧讲啦，吼。哦，遐心灵的导师、遐法师吼，也是遐高僧吼，你讲的道理呢，拢真深啦。总是伊就是我都体会，我都体会咧，到底迄个生命意义，也是讲迄个生命要互伊真圆满，要互伊啊，迄个真啊真丰富、真满足的，到底是要怎样滴？啊，当伊安尼，感觉心情无介好的时阵，啊，因同班的同学咧，啊，看到报纸，摕报纸来互伊看。啊，当然是特别是股东啦，吼、哦，啊就会吼，这个报纸吼，咧报一个，迄阵咱吼，大二读大二时呢，有一个同班的这个女同学吼，哎、哦，即摆咧咧做收入呢，啊，报纸咧报伊的代志，啊，若是真好的同学，可能是安尼看过啦，啊，总是吼、哦，偏偏啦吼、哦，命运创治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张修理啊，这个张同学。多好是这个科技业的大老板哦，伊迄阵咧读大学时吼，咧暗恋诶一个女同学，啊总是吼，咧读册啦，嘛唔知要表达啥物款诶感情，啊所以咧虽然是暗中咧欢喜咧喜欢吼，总是嘛无真公开真正式啊交这个男女朋友，所以到大学毕业了，各人行各人诶。啊，即、这个科技业大老板讲，即个科技界的发展，啊，即、这个商丘尼呢，伊就讲即个社交，讲即个机构来即个发展。啊，当即、这个因的股东来讲这件代志的时候，就了起啦吼。即、这个科技业的大老板一种爱慕的心啦吼、哦，就想讲啊，经过吼安尼三四十年了吼，来到底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张同学来变成什么款的吼？迄阵是迄个班花吼，啊是如花似玉啊咧吼，啊是伊所羡慕、所爱慕的一个同学啊。啊，经过这么久的时间，就想要去找伊吼，来见面啊。
等到伫迄个一个原住民的山顶的即个部落，啊，因为即个张修理拢一直天主教内面服务吼，啊，伫即、這个其中有一个机构就是中途之家吼，就是咧照顾即个比较比较弱势，也是讲即个家庭较困苦的即个囡仔吼。啊，去到迄个中途之家的时阵咧，啊，都啊是迄个要调教师啊，啊，所以即个张同学张修理吼，就请即、這个。科技业的这大老板啊，甲伊的这个另外一个迄个合伙人嘛，啊，就请来帮忙，因为要照顾这个囡仔吼，真无简单哦。这个囡仔吼，拢真活泼，啊，佫真调皮的。啊，特别是佮看到人客来吼，人讲人来疯，看到人客来，迄个囡仔吼佫较活泼，要引起人的注意啊。我所以呢，这两个这个人客呢，哦，就无有气场哦。去厨房倒下手吼，啊，烹菜啊，即、這个跟即个滚烫吼，啊，即个囡仔来食的吼，啊，当把即个囡仔拢安大好势了后，佫吼，带即个囡仔去即个休困吼，去午休啦吼，啊，伊就坐了人张修女啊来即个开讲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张修女就问讲啊，我你即马。伊嘛知影即、這个伊的即个动作吼，即摆即个成就啦吼。伊讲，哇，啊，即摆你有甚物款的感觉讲，哦，互你的生命呢，非常的即个富足。但是呢，伊即个科技业的大老板来同我讲，啊，伊就是咧追求这個，伊是咧追求讲，啊，伊的生命要怎样搁较好，搁较圆满来。啊，即、這个张秀明讲，其实呢，你读册时拢真巧，拢伫咱迄班拢伫第一。我相信呢，你会当面对遮个宗教，还是讲一只册顶面，咱找到即个生命意义甲价值。张秀明讲，其实呢，我读册不是解教吼，我将来呢嘛，唔知影讲啥物会叫做生命意义、生命价值，但是我知影呢，要怎样过有意义的生活。生命意义、生命价值，有可能咱无法度去了解。当时呢，即个张秀明的文章讲。我知影要怎样来过一个有意义的这个生活。啊，这几十年来，我拢一直甲这个囡仔做伙。啊，我只不过扮演一个好的老母的角色。啊，也真侪这个囡仔呢，啊，无论是无爸母的，啊，是这个单亲的，啊，是这个孤儿，也因为我啊有这个亲像有老母的感情。任何人只要呢专心专意去帮助别人。拢会感觉到家己的生活是有意义哦。啊，生命意义吼，啊，张秀玲也咧讲，我唔捌啦吼，总是要怎样过有意义的生活，对我来讲却唔是困难。下一章。啊，伫这个信仰的这个层面啦吼，来认捌这个创造生命上帝，甲生命源头有连结，啊，生命是有意义。要安稳自在、甲平安的这个归宿。佮另外一方面呢，啊，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，啊，过有意义的生活，啊，就是疼人、帮助人，就会着找着生命意义。就是讲，当你要找，你要追求，还是讲你要找找这個生命意义价值的时阵，颠倒是爱呐，你对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，安尼就找着。你若讲要找意义，甲价值找袂到，总是你若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，领导会带你到生命意义甲一个价值。咱基督徒呢，各有一项，就是讲，咱会当用这个生命的源头来连接，就是创造咱的上帝，那呢，咱的生命就有意义，来珍惜着这个生命。所以呢，信仰的真的这个生命，其实是创造生命的上帝。其实，伫圣经所记载的，一直邀请咱来进入伊所享受的这个丰盛的这个生命，就是讲上帝咱中的好业。其实，伊一直咧邀请吼，咱进入伊甲咱明白的这个好业。那这个好业就是甲伊有这个连结。当然咧，伫圣经内面个讲这个好业呢，有这个两个赞美吼，搁下一章。吼，伫信仰顶面的好业吼。也是讲，伫圣经顶面咧讲，即个好业有分即个个人诶，甲即个国家、社会诶即个层面。就是讲，个人诶要互你诶身体健康，或者是圣经要互人诶即个好业吼，对，身体健康。第二就是讲，互你诶物质
大富翁，这是圣经内面的这个好业。啊，当然这个好业，身体健康、物质丰富，还是讲你赚大钱、做大头家，按各行啊，上帝有利益啊。啊，你这个好业呢，在上帝眼中才是真正好业。啊，再来呢，在这个国家社会的这个各另外一个层面，就是讲啊，国家社会的安定，然后呢。咱即、這个政府会当即个清廉，也是讲咧政府即个能力来照顾百姓啊，这是咧以信用顶面国家的即个付出。所以咧在下一章，以即个先知的以赛亚内面咧有安尼讲吼，对万国来宣布讲啊，以上帝所准备的即个上帝国的天下内面咧，所有的人拢会当来即个享受。啊，来享受的人咧，上帝要赏赐予因心灵的平安，甲这个身体的这个富足，就是讲，上帝已经准备好些这种的这个宴席，这种的这个喜宴，啊，要有参加来进入上帝国的人，来得到这个心灵的平安，甲这个身体的这个富足，啊，这就是上帝要予咱所得到生命的这个福业，啊，这是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讲。所以呢，伫即个上帝国的内面呢，啊，唔定个人，也是国家社会，通得到即个富足，啊，更加重要。啊，咱伫即当中会通找到即个生命意义，啊，甲即个生命即个价值。最后呢，啊，上尾一点再写一下。咱来看咱台湾呢，有即个板道的即个文化，吼，啊，即、這个伫彰化所在，也是咧板道，啊，大家就小办法，拢会做回来参加。因为到艺术，然后就转换到德啊、伊啊、华基来去赞助啊。连康关到艺术伊也是安尼。啊，大家拢会人伫家己的订到来伫遐办到，请总铺师来准备丰富的这个料理啊。啊，邀请咧这个村里的人啊、亲戚朋友来做过。啊，这就是咧啊，要互人咧伫遐来庆祝，也是讲纪念咧啊，伫生命重要的时刻。啊，这是咱台湾人咧。特别伫即个宗教所在啊，伫办道咧，啊，咱生活中真纪念重要的一部分。其实伫基督教信仰当中，咱个生命咧，咱亲像一场个即个盛宴吼，宴席吼，上帝已经准备好丰盛的一切，邀请人来进入上帝国生命的喜宴，享受伊创造各项的美好，所好业包括物质甲心灵的好业。再下一张。啊，天公咧，亲像是一个国，爱去邀请真侪人啊来这个参加这个宴席。总是有人讲伊无闲，有人讲伊要做生意，有人讲爱处理代志。有人上着只好去大街小巷邀请遐啊，讲那有愿意要来啊，打扮着真好些正式服装，啊就有通进入这个上帝国这个宴席。今仔日呢，啊，咱的上帝嘛，安尼咧甲咱邀请。真欢喜，就是咱已经进入这个上帝国的这个宴席内面，要来享受上帝所赏赐安尼好业富足，包括心灵，包括这个物质物质啊。总是伫迄、那个上帝要赏赐予咱的是，当咱伫这个生命当中呢，你要怎样来设定你的这个优先的顺序？我想一般人吼，因是安尼先追求物质的富足好业，然后因才来追求心灵的好业。这是一般人伊咧安尼去追求安尼即个顺序啦吼，啊，亲像即我拄则所讲迄个大老板的话，等伊物质好了了，伊感觉伊心灵欠缺，所以要追求心灵好了。总是伫咱基督徒，伫咱个信仰个观念内面吼，应该颠倒变，咱来先追求心灵个好变。所以呢，主要说伫主道有嘛咧讲话，咱就安尼大声啊，求伊个国甲伊个义。其他一切好物就要刷来，啊，所以这个顺序会甲世间人无同。世间人是先追求物质，然后才去追求心灵。所以是咱的信仰，咱加自己基督徒，咱来颠倒变。咱先追求心灵的这个好业，上帝就要刷将一切好物，伊知影咱需要啥物物，要将一切好物来刷来，拢要互咱。包括你的身体健康，包括你的家庭的幸福。包括你的人际关系，包括你的工作，包括你种种上帝拢会收束啦。总是大心，爱寻求上帝国家及三界来祈祷。
疼痛我的主上帝，啊，你将这个生命重要的处事来显明给我们知影，给我们大声求你的国甲你的义，就一切好美利用的受主给我们。啊，我用这款的信心，你来祈祷，感谢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